够，等下妈咪又回来了。啊，你的厕所、洗手间、浴室要做防水，要3000块，2000块，1000块 ？No No No， 只需要50/40级罢了，自己可以动手，超简单。为什么要做防水呢？因为有时好像你住 apartment 还是住 condominium 哦，你的屋主下面那个屋主哦，那间屋主哦，他 complain 哦，就什么他的天花板上面会有水印，会有滴水，我就是在你的地上瓷砖那边防水没有了咯，他就滴水下去了咯。啊，来，我教你讲座，不用花这么多钱，只需要用这个 AJ Waterproof 这个透明的防水，还有这个 AJ Multi-Purpose Cement AJ 防水灰啊，只需要这两样东西就行了。这个是40级，这个40级，总共才50/40级罢了，可以自己动手做啊，很方便哦。这个 AJ 防水灰有两种颜色，这个黄色盖的是白色的，这个灰色盖是灰色的。这个 AJ Waterproof Water 它是什么颜色的？它是透明的，而且这个透明的跟普通外面买的是不同的，这个透明的哦，你油上去了哦，油上去你的地砖哦，你的瓷砖哦， OK， 通常我们油下去透明的，你干了之后你是不是会看到好像有一层透明亮亮的东西在那边吗？这个不同，这个不同，这个完全你摸下去哦，那个地方哦，完完全全你看下去是不是，哇，完全发觉不到那个地方给你油过的哦，而且它完完全全是透明的，你看不出那个地方给人家油过哦，是不是很神奇哦？它完完细下去，你的瓷砖下去，还有你的瓷砖的缝下去，有没有啊？是真的，我试了10多年了咯，这个东西哇，棒棒的哦。废话不多说，让妈咪来教你们怎样做吧。首先，我们这个要做防水，要怎样做？你看我们的地上，来，妈咪来 ，come on。我们的地上的瓷砖是不是有很多缝的吗？是吗，妈咪？嗯。OK， 你看很多缝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首先要用这个 AJ Waterproof Cement， 我们把那些缝全部填满，那些一定缝一定要填满它。其实那些水呢是在那个缝那边流下去的。还有，我们这些缝哦，旁边哦，墙角哦，还有我们上墙壁一扯哦，也要全部缝把它填完它。最重要的是哪里啊？你看这个马桶是不是？这个马桶是不是？它这边的缝也是要填哦。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妈咪过来。啊，你看到这个没有？这个地上出水洞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旁边这边要补多一点哦，我一定要补到满满它哦。啊 ，OK， 通常我们要怎样做？我们第一次我们做了补完它的缝之后呢，我们要等一天呢，一定要等一天，给它的这个防水灰完完全全干完之后 ，OK， 我们第二天是不是？我们就用这个 AJ Waterproof， 我们怎样呢？我们就是整个地上，我们用这个漆勺，全部涂完它。然后最重要就是它的缝，我们涂它的缝，一定要涂完它的缝，这个我们马桶旁边的这个缝要涂完它。这个出水洞的也要涂完它，而且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上墙壁，旁边的墙壁一扯，完完全全把它涂完它，涂了会不会怕它很难看到你的地上？
完完全全不会的，因为这个防水是不是？你涂了下去以后，你的手这样摸下去，这样摸下去是不是？哇，完全发觉不到那个地方给你涂过，而且是完完全全透明的，看不出的啊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，妈咪啊？妈咪，这个花木兰这样美的，哇！我老哎，我花10年哦，都画不出来哦。我看，你要画吗？去看下面的链接啦，描述栏有。气哦，你现在你涂了一层过后，是不是多两个钟头再来多一层？假如你要更加好，威力威力，是不是再多两个钟头再来多一层？哇老哎，到你啊，一两年里面啊都不用来，多两三天后你再涂多一次都没有问题，哎，棒棒的！要我教你们怎样做吗？来吧 ，Come on！我们需要一个马膏，我们装烧烧水下去先。啊，妈咪来看，我们放烧烧水就可以了。啊，放烧烧水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打开这个妈咪金眼墨镜。OK， 然后我们就打开这个防水柜。OK， 我们用这个铲仔，铲仔。倒下去吧，很简单的，超级简单，我们就倒下去喽。你有吃过龙皮江麦没有啊？还是有吃过板栗没有啊？啊，我们把这个灰哦，掺了水的哦，我们搅到哦，好像龙皮江麦这样子，还是板面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就可以喽。爸爸，阿伯印度罗蒂煎奶，煎奶啊，罗蒂煎奶就叫做印度煎饼喽。啊，我们这样搅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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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到好像罗蒂煎奶这样就可以了喽。很简单的，你看是不是？你会做没有，妈咪？看了你会做吗？哇，很简单哦。等一下我拿来做啦。啊，不可以吃的哦，这个哦，好像罗蒂煎奶可以吃的哦。啊哦，好像我滴加那了，这样是不是？啊，不要水状哦，要泥状哦。你看，我不会滴下来的。OK， 做了好像这样泥状，是不是？我们 OK， 我们对准它的地上的缝，缝一定要对准它的缝哦。啊，你看啊，把泥啊这样铺下去啊。你原装那些泥，你千万不用铲上来，不需要的，你只需要把那些封膜，这样哦，这样放下去，这样拉一拉，这样放下去，这样拉一拉就可以了哦。啊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啊，拉完这边再拉那边，够再拉一点，哦，这样加下去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弄好了这样拉一拉，又弄好了这样拉一拉，美没有？不美是不是？不要紧，不美了，我们记得拿那个海绵。妈咪，你屋子有海绵没有？有。啊，我们拿海绵是不是？这个海绵是不是海绵洗车的海绵也可以啊 ？OK， 我们妈咪上来一点，上来一点，再上来一点。我们的海绵是不是？我们弄湿水，弄湿水，弄湿水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榨干它，榨干它。
公司水有榨干的，是不是？妈咪，你看到没有？刚才爸爸鼓到乱七八糟，看到没有？我这地鼓到乱七八糟给你看的。哎，你看我的海莲哦，一放下去，妈咪，哎，过来一点，看清楚一点，是不是乱七八糟？是不是？啊，我这样骂下去，喂，是不是美美了呢？啊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没有那么多的鱼，放下去，要骂下去，哇，是不是美美了呢？很简单，没有吗？哇！啊，很简单罢了的。OK， 这个步骤，你整间厕所这个方式要这样做，你一定要全部缝，都这样全部做完了之后，一定要等一天啊！你听我讲啊，一定要等一天，给它干完之后呢 ，OK， 一天过后 ，OK， 我们就拿开我们这个 AJ 我的布，爸比。我有问题，讲啦。那么要聚聚怎么办？你要聚聚啊，你屋子肯定有两间厕所的嘛，这间厕所不要聚先啦，第二间啦，没有可能你厕所有一间厕所，哎，你屋子有一间厕所罢了呗。有啊。啊，要紧啊，去隔壁的屋子借支厕所先啦。啊。好吧，好吧。OK。爸比，做什么？有个疑问哦。讲啦。弄之前哦，地上需要干干的嘛？最好干哦。假如可以的话啦，我们施工之前，我们地上洗到干干净净哈，然后差不多三四个钟头它就干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才开始做门工啦。好吧。是这样简单哦。OK， 我们这个。干了一天是不是？这个红毛灰干了一天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就用这个 AJ 我的布，材料拿先，很简单啊，简单到不用摇吗？不用了啦，这个好像水这样的很厉害，要我摇，你说要摇一摇是吗？忘记了，幸好妈妈提醒了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再摇一摇，一摇一摇，摇摇摇摇摇摇摇，一分钟，一分钟，一分钟 ，OK。所以我们要给它比较均匀咯，好像我们的奶酪是不是？它的也会沉底的嘛，我们的奶酪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一样的原理啦，你摇一摇它，它就比较均匀了。然后我们就开掉它。OK， 记得哦，刚才哦，我们那个泥哦，我们补了，我们这个厕所马桶的旁边也是要补哦。还有，妈咪，这边哦，一定要补多一点哦，很多水是从这个缝，还有这个缝，还有墙角的缝流下去喽，这些泥土一定要把它填满了哦。OK， 填满了，过了一天之后，我们就用这个 AJ 我的布啊 ，AJ 我的布就是这样简单哦，说我们这样子。点一点，哇！你看，妈咪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像滚水这样的嘞！哈，这个防水很厉害的，它你油了下去，是不是？它完完全全渗透下去你的瓷砖，还有你的拉那边啊，那个水哦，完完全全进入到去都很紧哦。怎样油？很简单啦，你看，这样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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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游下去就搞定了。你问你有？爸比。嗯。有疑问呢。讲啊。要几久干？哎，这个啊，快到吓死你啊！你多两个钟头，两个钟头再来多一次。假如不够满意，再来多两个钟头，再多一次，做三次，哇！包你啊，这个厕所防水到不得了，而且哦，通常我们这个厕所我们要等很久才会干，是不是？我们洗了地上是不是？哇，你游了这个那些水啊，直接弄到你的地砖，直接浮过去哦，你的地砖不会吸水哦，很顶的。你看这样，等等，这样游，然后我们的墙壁上面也这样游下去，然后记得，我们这个哦，你看我们的这个墙。瓷砖的那个缝是不是油多一点去？把它油多一点去，把它油多一点去。还有这边的缝油多一点去，还有这些墙角的缝油多。
多一点漆，还有这一个马桶的缝留多一点漆。你跟我这个方法是不是？我包你的厕所变成防水啦！哎，简单没有？简单吗？又不用敲地砖，又不用叫人来做，自己就可以搞定了哦。嗯。爸比，糟糕！哦，我们就将冷气忘记关呢。啊，冷气忘记关了，不要紧啦。有没有看过摇一摇摇哥的频道？只需要拿出手机，滑一滑，按一按，哈，立刻把你的家的电暖气全部关掉啦。哎，要看没有？看我们下面的描述栏吧。啊，这个 AJ 我的不。的水防水，还有这个 AJ Waterproof 的这个红毛灰啊，防水灰，要在哪里买？不用怕，爸比的麦啊，找爸比啊，爸比的电话下面很好来，0173717308。这个方法爸比教了上千个人了的啦，教了十多年了，每个人用了都没有问题，甚至了他们的问题，不然哦给人家恐变哦，哎呦很悲惨的，你知道了没有？人家的天花板上面还是 plaster ceiling， 漏水漏到一打一打这样，哎呦给人家恐变到一个叫人家来做3000块2000块还是1000块，有些地砖起了做了防水，哎呦，又是漏水，白做。你用我这个方法54块，哇，就搞定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有没有心痒痒？喵。啊，妈咪，现在 MCO 行情这样差，新冠肺炎，哇，全部人要省钱。这个视频，假如你喜欢。记得分享出去，还有按个赞，点个铃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你啦，yeah. 拜拜。